高喊动算，国民党苗栗县长参选人谢福宏在县党部门口封街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主席朱立伦等人到场站台。朱立伦第一次到苗栗，展现蓝营团结气势。面对议长中东锦选到底，国民党中央还修订党员行为规范，被外界称为中东锦条款。朱立伦除了否认，最重要是整合分裂蓝军。相信选举就是靠一步一脚印，还有将近70天，我们的福宏以及所有的苗栗干部一定会团结胜选。最重要，大家。蓝军的朋友，每一位支持国民党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除了稳固蓝营选票，民众党动作频频，虽然没有在苗栗提名县长参选人，柯文哲还是有帮议员参选人站台，民众党支持谁似乎也成了关键。他到这边来，我相信他是一个开放的心，那我们国民党还是一定争取更多更多的支持。别忘了柯市长是我大学同届的，不排除跟民众党合作的可能性。苗栗选战，蓝营除了修补裂缝，蓝军归队，更要争取更多支持。进行有将见中才报道。